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礼拜一摆的代志，我大条，我是苏晴。这部淘气星先提醒大家，唔知恁够报税啊？卖着急，今年的报税延到六月底，补充文件的期限嘛延到七月十日哦。啊，那台湾这两礼拜时间，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汹汹压起来，学校是全面停课无停学。不少企业嘛实施分流或者是异地办公，就连公家机关也比较便利哦。政府嘛呼吁民众，若无必要就卖出门，也规定出门一定爱挂嘴安，而且已经开出不少罚单了，提醒各位性命用事，千万唔通以身试法，甲钱袂得过。那想要贡献的国库，嘛有搁较好的办法，就是老实报税。而且今年的综合所得税基本生活费的额度也阁提悬7000元哦。而且嘛要小介绍各位一个全球独家的报税系统，只要有网络，不管你的电脑是 Mac 还是 Windows 系统，也不管你是用平板也是手机啊，全部拢会当操作，让大家唔免出门报税，也会当减少人甲人的连接。等待报税区域座位拢隔开1.5公尺。服务柜台要用塑胶布围起来。根据国税局新竹分局统计，目前一天大概1500件的服务案件，为着安全，室内人数需要控制在100人以下，所以要用分流的方式叫好报税。民众的自主性还蛮高的，口罩其实都戴得紧紧的，不管在任何的地方，其实他们都会，大家都会互相提醒。如果有更多的民众施打了疫苗，那在这个疫情相对严峻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越多的民众施打疫苗，我们这样的一个防护网就能够增加哦。那这个对于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、保护他人都有实质的一个帮助哦。国税局目前现场宣导，今年新的手机啊报税服务，增加鼓励民众利用网络以及手机啊完成报税。减少疫情风险，大家民众呢都可以在家里用手机报税或者网络报税哈，尽量不要，就是少走马路哈，这样的一个情形下，对自己啊、对家人和对整个一个生态都非常有帮助的。另外，目前新竹市有1380人注过疫苗，存量够够用，而且已经开放三区卫生所，让民众会使去住，市府呼吁民众赶紧去住疫苗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国内疫情目前进入社区传染的阶段，也出现部分民众抢买物资，结果造成超市卖场人挤人。行政表示，国内民生防疫物资甲原物料拢真充足，工厂已经加班咧生产，厂商嘛积极补货，民众免伤过紧张，买有需要量就好啊。啊，那这段时间，台湾民间线顶线下的力量嘛，搁再集结。唔呐，民间合作，嘛甲政府的空棒补起来，做出贡献。亲像是甲社交距离 App 欢迎做坐国的基建，也佮有操作简单快速的短信实验者，佮有照顾医护人员的医病三等先锋队等等。袂少民间团体也伫即阵加紧速度，协调分配大量的食材，嘛无闲募集分送物资。除了照顾原本的弱势族群以外，也要帮助受到疫情一时生活歹过的民众，亲像是家友，因为要摕到防疫资源较困难，嘛需要加加照顾，因此嘛呼吁大众爱有保护别人，就是保护家己的观念。大家无闲整理物资，除了米、罐头等等的食食，也有嘴暗加酒精。台湾新冠肺炎的本土疫情紧张，为着控制病毒扩散，真侪营业场所、公家机关，甚至是社福机构，拢先暂停开放。但有袂少民间的团体，在疫情之下，也继续进行物资的分送，让本地着需要救助的弱势家庭免烦恼生活问题。因为是服务员吼，长期以来吼，上主要吼服务就是一挂弱势家庭，啊，这波吼其实可能有一挂。流失天薪啊，吼一寡临时无头路吼，啊个来疾病吼，啊要求互阮互因一寡物资。台湾自这段时间建立的一寡物资吼、物资啦吼，啊救援的能量吼，其实是足好诶吼，啊加只呼吁吼，民众有需要
无要紧来找阮吼，啊，我一定帮助到到。食物银行联合会伫疫情期间提供物资协助，互弱势族群安心配合防疫措施。另外，长期关心街头散车问题的团体，参官方单位合作，针对伫街头无处通转的民众，提供防疫物资，守护街友的安全健康。嘉诚没有管道取得防疫资源，所以由我们这边来做，就由我们这边配合市府单位来做固定的配送，也能够确保街上的人其实手边是有足够的防疫资源，那也就比较不容易形成大家所谓的防疫破口。这样，假设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去。比如说驱散变成是可能会也许流窜到北市的各个地方，那其实我们更不容易掌握它的行踪。就正如也说到，因为防疫，这阵各场所的天地机啊拢成暂停，需要大众捐水，互家友有水通饮。同时希望在疫情期间，更加卖对街头者有支持，理性思考，才会当做回行过这边的疫情危机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原本开放给民众公费加自费的 A Z 疫苗下，目前已经全部暂停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，要优先给第一线医护人员注射，稳固国内医护的能量。之前 A Z 疫苗下在国内一直受到真实支持，甚至出现谣言，也造成英国注射率增加。疾管署防疫医师表示，因为每一个临床试验的地点、时间和方式拢无同，无建议直接去比较。来判断疫苗下的效力是好也是歹。疫苗伫开放之前，拢是经过主管机关确认，符合国际标准。虽然袂当100%避免未病，但是有法度降低去导致变动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。总统蔡英文也公开报告，为国外进口的疫苗下会陆续到位，嘛希望七月底之前供应头一波国产疫苗下，毛学者呼吁政府。趁这波疫情，就赶紧要求国产疫苗下厂商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，嘛通参国际采取同款的标准，证明疫苗的保护力。民众是要注 A Z 疫苗，目前就是爱等。虽然总统蔡英文有讲到七月开始国内会当供应国产疫苗，但是外界质疑无经过三期临床试验。国民党地区二十举办记者会，其中饮食发展组的召集人陈怡明就用流行病专家何美雄的主张，政府应该趁这波疫情，和国产疫苗厂商进行第三期的临床。试验，毛学者赞成看法，认为会当甲 A Z 疫苗掺国产疫苗来做对照。我觉得白老鼠组就应该是我政府应该要释出 A Z 疫苗，然后呢，这边的组呢是国产疫苗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每一个人不管他random 抽到哪一组，他都有疫苗可以打。那这样子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这个叫做 head to head comparison， 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把国产疫苗，做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国际接轨。我们很希望就是说，医护人员呢，甚至呢高风险跟医护人员，甚至呢可以做一个抗体的快筛。如果现在有抗原的快筛也有了，抗体的快筛也有了，那么台湾的社区感染，如果假设已经一段时间了。比如说一两个月了，那么很多人身上说不定就已经有抗体了。金团村认为，过去疫苗无法度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，是本土病例稀少，即马拄好有这个条件，通予国产疫苗证明有保护力。另外，林应仁嘛讲，除了疫苗重要，嘛希望政府爱对第一线医疗人员做抗体检验，因为过去只有中华卫生局参台北荣总做过抗体检验，今年若做，有抗体的比例应该会升高。医护人员无做抗体检测，佮无注疫苗，是真恐怖的。呼吁政府应该两项拢爱赶紧来做。记者陈阿文、赵水台北报道。大家有感觉这个所在甲之前无共吼，因为这几天我是异地上班，无法度去原本的点影病。我即马是伫厝尾顶，盖通风，日头盖大粒就安全。前一阵仔台湾疫情警戒升三级，第一台观光嘛有分组分流。来看这阵仔新闻采访组的记者过了安怎？我咧采访组的。工作是咧做点影。我是台语台的新闻部的本地记者，我即马伫咧居家上班。
我是廖明。在采访组现在是做摄影啊。好，我叫王明金，是公司台语台本地记者。阮原底是 B 栋，啊，阮即摆刷去 C 栋，所以阮是换办公室。我是北君，啊，我伫咧采访组是做就是本地记者安尼。拜个个情况是去往派去另外一栋办公室上班。我是采访组长毛东木。所以，请问采访组的组长，伊主要工作是啥物啊？就是看有啥物新闻要让记者去走啊，就安尼啊。安尼尔。即届疫情较特别嘞，较危险的所在就是，伊是属于迄种接触型的感染。所以你唔知影讲，你出去外口，你会碰到啥物款的人？啊，你所在，你的位置是毋是有足侪风险吗？感觉讲，你若是去病院，迄种较严重的所在，在采访的同时，你爱家爱做足好的保护，你才有法度去做工作嘛。这是对阮工作的一种尊重嘛，是对阮家己的一种尊重。像顶两天去外口翕物件，啊，不过唔是去咧。病院危险的所在，阮去加油站外口翕，酒精嘛是一直提下，三不五时个提开喷者喷者，麦克风喷者喷者，嘿，啊尽量啊若要讲访问，嘿，距离的也比平常时搁较远，嗯，啊，问题的麦会提啊足远的，袂讲啊徛在边啊样样样话，啊，阮点样嘛是徛较后边的，徛在镜头轮落较 close 的就好啊，麦徛较上远。采访的流程也是同款爱照做，只是讲会加做一寡防护措施。啊，咪当来要食便当，较早若是咧关的时阵，根本就袂去洗手，即卖一定爱注意这部分。对，對啊，关物件的时阵会起雾。对。我跟阮室友就是斗阵住呢。我即卖转来就是会甲因讲，啊，就是因为疫情，啊，即卖可能拢找一寡，有可能找一寡疫情的新闻，因为感觉讲啊，阮做这行就是爱就是。一直向前走，一直向前走啊！敢那也足恐怖的款，所以我即摆就亲像回来的时阵，我嘛就是介因就是自主保持距离安尼。对，算讲你卡电话要讲要采访，人无一定会答应。对，啊，若是你要翕一寡画面，就足恶作的啊！所以，嗯，我嘛唔知，我感觉有当下就是无感，大家拢无感觉咧调整的对啊。因为即卖文理迄边就是因家的网络较无好，参商因过来要互我加嘛，可能就会拄着上班作弊的啊。有当时都你加多差不多十分钟以内就要加线。我就请三工啊，哎呀啊，因阿老婆我没有上课啊，所以就只好在家里面顾小孩。哦，这个应该他这样，因阿比较不能等嘛。啊，工作有的时候可以自己掌控一下那个节奏，但是小孩就是你要跟着他的节奏走。啊，其实伫个居家上班的这个当中，较无闲的，就是一边爱写稿，搁爱一边爱就是无闲囡仔，像伊不时就可能就会找妈妈，无就是讲就爱要食物件，所以我可能就爱搁找就是访问到一半，无就是搁写一半，就爱去甲伊就是。像即马即大声，就是着爱甲伊按打一下，啊，就是较兼爱两边拢兼顾啦，是较着居家上班较无同款的一个体验。一个好处就是讲，其实伫厝的上班是较会使照顾着囡仔啦，就是讲即马较危险，就是讲会使着种其实较无闲，不过会使照顾囡仔，就是会使甲伊较就是较有时间啊。头路就是兼顾安尼，我头路敢拢落来会使吗？赶紧转来上班。就是你的同事拢无伫办公室安尼，你敢袂感觉孤单啊？袂啊，足自在。嘿啊，所以人最少就零钱。哈哈哈！哎呀！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挂大条，提醒大家，即阵啊爱欠用水、欠用电，减少出门。若是出门，一定爱挂嘴安，做好洗脸者。除了洗手，嘛爱做好环境清洁消毒。欢迎大家伫厝诶多多收看阮诶节目，再个帮阮分享出去。咱两礼拜后再会。东湖什么？余文乐。